我没看错吧？东大校草排行榜的前两名竟然不是学生，而是两个男老师。去年这个物理系的穆老师就是第一名，今年又杀出个医学院的艾老师，艾景初，新来的吗？艾啊，把一群00后男学生甩出一条街的颜值，快看看，这么年轻就主治医师了。艾景初，穆成和艾景初，他们俩的名字合起来，艾穆啊，那个那一，我简直太佩服我自己了。艾景初、穆成和这俩星放一起绝了。他们俩现在就感觉，你懂？对不起啊！好了。对不起啊！完蛋。刚才说的那些不会被他听到了吧？啊，艾老师，颜值那么高，还那么有个性，给他投票，投票。艾大夫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怎么我人品就不行了？第一次见面，你昨天还害我秦王倒出血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撞了老奶奶的人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脸盲吧？昨天误会我，你还让我躺下吧。啊？躺下。哦。张嘴。疼。还没碰到呢。这次我记住你了。记住我了？恐吓吗？你给我弄了什么啊？还给我做标记啊？想多了，那是分牙环，让你的牙齿留出缝隙。这样的话，之后戴牙套更方便。安静一下，你们的王教授突发冠心病住院了，期末考前的课都由我来上。这个王教授难道就是王主任？现在开始点名，王瑞凯，到。张德全，你怎么那么怀哉的？这可是艾老师的课哎。陈瑞欣，你看你就没上过艾老师的课。你的专业课和他的课撞时间了，罗勇，烦死了。那你太幸运了，他可是能把选修课上成主课的老师，他的口腔修复学上学期挂了一半的人呢。这么可怕的事？你俩能不能小声点？你看，这个同学本来还打算上课看杂志的，现在连话都不敢说了。完了完了，艾景初不是认识豆豆吗？怎么办？老如，到。豆豆，豆豆。哎呦我的妈！到。豆豆同学，请起立。上课不能戴帽子，你不知道纪律吗？摘了。还有一个，艾老师，我好像走错教室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好好上课，好好上课。豆豆同学。他笑我什么？你说话好像有点漏风，是刚拔完牙吗？擦脸膜真又犯了，是吗？
那肯定是那个帮我拔牙的医生有问题。我的问题，姑娘，你很理直气壮吗？有可能，所以认真听课，以后当一个靠谱的大夫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明知道我不是豆豆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豆豆，回去吧。完了，逃不掉了。想溜，那么容易的吗？难道你要在这里上课吗？来吧，我们继续点名。颌面部发生缺损时，口腔器官的特有结构发生变化，故鸣腔遭到破坏。一节课的时间这么长，使原有清晰可辨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，甚至无法理解，会让患者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你给我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针对口裂比较小的患者，我们一般会采用分段硬膜法和二次硬膜法，还有裂缝托盘硬膜法。这个是针对一些张口受限的患者。豆豆同学，点完名就要跑吗？我就是想上个厕所。上我的课，不论什么原因，都不能中途出去，回去坐好。哎，锦叔，你是魔鬼吗？豆豆同学，请记好笔记。下课我检查，我们继续。举膜前的准备，只有一本杂志，怎么记笔记啊？选择托盘，上颌托盘的宽度应该比上颌牙槽棘宽2到3毫米。你们可真是很亲呀、啊！应该离开黏膜皱壁约2毫米左右。上颌牙槽棘、黏膜皱壁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我一个本三的人，怎么还要受这个罪？好，快点，你放学了。啊，我快点，我快点。行行，你去吧，出去。写完了。可以了。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豆豆，为什么还要把我按在这儿？你明明知道你不是豆豆，为什么还要替他点名？你又不是没上过学，像这种帮忙点名的事情不都是常规操作吗？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操作过。你觉得你帮他点名是在帮他，但其实是对他不负责。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。学医如果专业不过硬的话，影响的是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是我欠缺考虑了。把笔记回去给他，让他自学。下节课我要提问他。笔记我可以转交给他，但是这话你自己说。为什么？明知故问是吧？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应该做的吗？你该吃药了。吃什么药啊？啊？你骂我？拔完牙之后3小时，牙硝唑一片，饭后再一片利君砂，这两种药都是1天3次，饭后服用。最近少说话。吃的尽量清淡一些。我，你看他的鼻子这么高，看他嘴里嘟嘟嘟的，手。嗯，我为什么要看他？怎么长的呀？跟漫画里的人。大花痴。太帅了，头高。差不多得了，哎，你别打扰我。
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你好，请问一下。请问，请你别问。看什么看？僧侣。哼，我不是。这里有亚历山大教制技术吗？好像有，我们图书馆有 app， 你可以去搜一下。我查过了，有是有，可是没有具体的书架号。哦，那我帮你找找吧。不应该啊，这不是我拍的，这是我同事拍你。不是，那他们说我这个手机徕卡相机拍照片拍的好看，所以把你拍。不是，哎呀，反正不是我拍的。拍就拍了，说那么多话，牙齿会更疼的。你不打算帮我找书了吗？这本书找到了，现在放在 A03， 你去找一下。谢谢。我的网红零食到了，全是好吃的，麻辣牛肉。哇塞！哎，那你可以，如果要是不是我这两天牙疼，我现在马上开包。不可以。什么？这个都不行，太辣了。你们俩认识啊？这个也不行，太难嚼了。那要是我还有什么能吃的？这个可以。任老师，你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？疼吗？对不起，疼了。因为你牙龈发炎了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习惯的话，这周末就不用来摘牙套了，直接做牙龈切割术吧。哎，我不疼。按时吃药，饮食要注意清淡。如果实在太疼了，可以拿冰敷一下。嗯，我去给你买可乐，冰敷一下。哎，等会，怪麻烦的，算了，我忍忍就好。看来这本你还没有打卡过。什么打不打卡？他笑了，我啥？我要哭了啊！穿完这个衫啊，果然的手机拍照好。Love and peace。车没办法开了，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走上去了。但是还好，这里酒店应该也不远了，应该走几步就到了。哦，走吧。你要不要先把扣子系上？哦。走吧，你不是有这个小兔子的帽子吗？怎么不戴呢？啊，这个戴上吧，总比冻着强，挺可爱的。哦，走吧。牛宝成，哎，老师，我不走前面吧。
睡觉的样子还挺好看的。这是做梦了吗？嗯，哎，我干嘛盯着他看啊？昨晚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我爸就是高血压犯了。曾林，我一会儿要去趟东山寺，可以顺便去东山温泉酒店找你。依依，最近天气变冷了。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，特别是四肢跟头部，让叔叔别再吃油脂比较高的东西。一个人上去看日落也没什么意思，还是一起吧。我不了，我这腿软，让我歇会儿。要不我拉着你上去。秒杀了所有人。嗯，不过现在这么看来，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。为什么是侧脸呢？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正脸很好看喽？艾老师，我发现你的脸皮是太有劲做的吧？听起来质量还挺好的。对了，你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的侧脸是不是好看吗？这还有标准？按照东方人的审美，鼻尖、嘴尖还有下巴尖这三点如果能连成一条直线的话，那就算是比较完美的轮廓了。鼻尖、嘴尖跟下巴尖连成一条线。其实你不用整牙，你本来的脸型就挺好看的。你脸红了。我哪有，这夕阳照的，不信你自己看。你脸也红。嗯。
曾黎，嗯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那是不是你就没有那么讨厌我了？艾老师呢，长得越来越像一个好人了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啊。好，好，好人。对了，你看东湖大学就在那边。真的？嗯，我家差不多在那儿。这儿你都能看出来？当然了。那我留在这儿。你家在这儿。在哪儿呢？那烤冷面。好像人很多啊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买。哎，等一下，艾老师，这个你可帮不了我哦。一份就好，我不吃。哦，那来一份吧。老板，那个香肠给我放一根，然后两个鸡蛋，葱放少一点，香菜放多一点，洋葱少一点吧。那要不然就是香菜多一点，葱少一点，然后那个孜然给我放多一点，那个给我放点辣椒吧。少放一些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吃你。太香了，这个。艾老师，你真的不吃？习惯。给。给零钱，扫码啊。好了没啊，老板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快了，快了。这是我的吧？孜然辣椒要不要？好了。好。对，你要不拿两个。要不拿衣服垫一下吧，凉。哎，没事，坐吧，坐坐。快点，您呢？看看啊，这点什么？这边彩毛。稍等一下。嗯。来来，咱们来了。要不到车里面去吧，外面挺凉的。嗯。吃烤冷面呢，就应该在路边摊吃，嗯，这样吃才香嘛。嗯。范老师，你真的不爱吃啊？我晚上没有吃东西的习惯。好不容易呢，吃一次烤冷面，就应该发个朋友圈来报复他们一下。艾老师，咱们俩好像还不是微信好友，那要不然我们俩加一下？我没有微信。啊？我真的没有微信。我没有不信你。之前有患者跟我说要加微信，我说没有，他们好像都不太信。那你告诉你跟他们怎么解释的？我没解释。那艾老师没有微信是怕患者打扰到你？也不是，就是我的生活比较简单，医院、学校加三点一线，平时也不跟人交流，
别人有事的话，一般都打电话找我。其实刷朋友圈也挺浪费时间的。不过，今天我决定要注册一个，要不你帮我一下？可以啊，把手机交来吧。下载好了，那要不要我帮你注册一下？好啊。艾老师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图片啊？我可以帮你弄一下头像。图片，证件照可以吗？你拿证件照当头像？不可以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这有点傻。嗯，那就算了吧，帮我随便选一张图片当头像就可以。走吧。艾老师。Star of mine, I see you in the dark. Have you ever dreamed about me before? 都躲在星空之下靠近的两颗星，慢慢熟悉。恭喜你，你现在也是一个有微信的人了。谢谢。走吧。那加个好友吧，我的第一个微信好友。啊！哎，不得了啊！二 G 男孩居然还会点赞。五 G 都已经来了，我也得赶上时代啊。那我期待你第一个朋友圈。好。来，张嘴给姐姐看看。就下而已，没关系，也阻挡不了我们晨晨的颜值。Lisa 都不跟我说话了。Lisa 谁呀？我同桌，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起了英文名，他叫 Lisa， 我叫 Mac。以前他只跟我说话的，现在这个橡皮擦都要找后面的 Jack， 他说我在那说话喷口水。那你回去跟 Lisa 好好说，你的牙齿是可以种出来的哟。这种训练吗？邓丽阿姨，你说瞎话还问我妈走心啊？你邓丽阿姨说的是真的。艾老师，艾大夫，等你十八岁了，我就把牙给你种回来。啊，那我还要等十年。哎，晨晨，颜值并不重要。你看啊，女孩子肯定喜欢那些聪明的男孩子，所以呢，你要好好考试。这样子的话，下次 Lisa 绝对只愿意跟你说话。如果颜值不重要的话，那么图书馆也就不会你一个人嫁不出去了。谁跟你说我嫁不出去了？我妈妈呀。陈姐，那你就那么喜欢 Lisa 呀？ Lisa 是学霸，好多同学都喜欢她，看她的时候眼睛里会冒星星。那曾李阿姨是管花，就算她戴牙套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她。她呀，不是嫁不出去，而是想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没错，而且啊，我挑着呢。艾大夫，你看曾李阿姨的时候，眼睛里也有星星。有件事情想拜托你，就是我哥参加了义务组织，周末要去福利院，可是本来约好一个医生要给孩子们看病的，结果他临时有事去不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？没问题，我有空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明天约你具体时间。嗯，这是。手滑点错了，我想发的是这个。这表情包在哪儿找？我这怎么看不到？
你要慢慢收集，比如我刚才发的这几个，你点一下添加到表情就可以偷走了。再来几个。看到你们了，快出来，别以为躲在这儿我就找不到了。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揪出来。艾大夫，你看钟理阿姨的时候眼睛里也有星星。挺聪明啊，炸不出来呀、啊。哎，都哪儿去了？难道都不在这儿？对不起，没关系。我累了，你来开吧。行。艾老师应该不怎么会用这个导航吧？那要不然我去副驾帮你指路。也好。哎，行，导航都用不利索，我开吧。你真是好心人啊！孩子怎么样了？艾大夫让我们到五官科去找唐主任了，那人能找到吗？能，他帮我们联系过了。那太好了，都是好心人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谢谢。慢走啊。你前面还有四五个病人呢，可能要等到中午了，要不然。你先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。嗯，好。给你钥匙。你要不然赶紧回去吧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你别浪费时间了。再见。哎，你。丫头，你平时都是这么刷牙吗？嗯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不能用凉水，刷牙的时候要用温水，这样的话可以减轻对牙齿和牙龈的伤害。牙膏不用多，豌豆大小就可以。而且刷牙最重要的就是牙刷入嘴之前不能沾水，因为沾水之后效果就不好了。刷牙本来就是摩擦来清洁牙齿，你试一下。啊，那这样又干又硬的刷牙多难受啊！你现在属于矫正阶段，所以要选择那种比较小的毛刷。这样，牙刷的刷毛跟牙齿呈45度角。然后一次2到3颗牙，上下轻轻的刷，千万别横着刷，否则牙齿容易造成楔形缺损。你试一下。是这样吗？嗯。我们平时刷牙也不用那么费劲儿。安老师，要不然我们听什么？不过别放鬼故事就行。
男朋友追我那会儿，晚上他送我回家，就常常会经过一条没有人的小路。那个时候吧，封闭的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，暧昧就是在这种氛围。我们还是倒回去吧，我帮你看着。倒吧，倒。虽然我右眼，对，往左一点，往右，反了，往右，反了。大哥，位置解放，等会儿，我马上到。别怕，我在。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递谁呢？我按错了。我看你们俩孤男寡女，大晚上来这儿着急开房去。不是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怎么说？经理，关窗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不给你让道。不用管他，往前开。啊？可以过去。可路太窄了，我这看着是。没事，你可以的。摇下来，听见没有？下来，来。别紧张，我在。准备，3、2、1，踩油门。真牛啊，这都没碰上。哎，老师，我表现怎么样？可以上秋名山了。不过你的车应该还是被蹭到了。没关系。很可能会被监控录下来，很可能扣分罚款的。没关系。还有可能会被吊销驾照。没关系。艾老师，你喝完酒以后怎么不太一样？那你冲过来之后，觉得爽吗？爽啊。那要不然我们掉头回去再冲他一次，你好好发挥一下。看来酒没醒啊。你要删人家，别啊！留着我也不会跟他说话的。不是你删了我，怎么跟陈姐交代啊？你就跟陈姐说，如果她想戴牙套的话，就来挂我的号。还是别了吧。不是，别删，别！删好了。删了干嘛还要给我看啊？艾老师，你喝多了。没有啊，酒劲早过了。那艾老师赶紧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曾理。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啊？我一直觉得，所有的牙齿都应该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面，才算健康完美。没想到，其实缺陷也可以让人变得独一无二。知道了，等一下，师傅。那我先走了。6到8周复诊一次，别忘了。拜拜。这一刻我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换隐形牙套呢？这一刻我有点后悔，为什么要答应他换隐形牙套？曾理，你别做了，这都已经6杯了。曾理，我还是送你回家吧。你看现在都已经3点多了。老花呢？
一会儿就好啊。哎，爬了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焦糖玛奇朵，请你喝。我不喝咖啡。嗯，你不喝咖啡？啊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呀，你不喝，我喝。你也不能喝，你刚弄完牙套，你如果喝完了之后，那牙套就要重新弄了。你不让我喝，你也不喝。你就喝一口嘛！我真的不喝，我是牙医，不喝咖啡。而且现在都这么晚了，喝完了还怎么睡觉，对吧？你就喝一口嘛！真的不喝了，听话啊！你就喝一口，啊，就一口，啊！听话，不喝。你听话，就一口嘛！我真的不喝咖啡。我真的不喝咖啡啊。他不喝，我们喝。
的事情，不要想这些。艾老师，艾老师，今天复诊病人的资料记得送到我办公室来。艾老师，艾老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艾老师，要吃饼干吗？不要了。艾老师，学妹，这个是你吗？天哪，我要是不认识的话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哎，你这腮帮子得掉了没有两三斤肉吧？我那是拔了四颗智齿，脸当然会瘦了。跟你们说的好像我整了容一样。曾黎，啊，你上大学的时候就爱跟宿舍几个抱团背后说我坏话，怎么现在还这么讨厌？曾黎，艾老师，一天了，你也没给我发消息，我让你来医院，你也没过来。哎，曾黎，你还不赶紧给你同寝室同学好好介绍一下？啊。这位是东大附一的医生艾景初，艾大夫。艾大夫可是我们曾黎男朋友，感情好得很呢，说不定哪天唰一下就闪婚了。李倩，你可得抓紧时间啊，你可不能让曾黎跑到你前头呀。你好，我叫艾景初。你好，我叫李倩。你真的是曾黎的？没错。我们两个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。艾大夫是哪个科的呀？我也有朋友是医生，天天跟我抱怨工作累，工资还低，年轻医生太苦了。牙科还好，不怎么加班。牙医好呀，牙医赚钱啊。看我们曾黎，男朋友又帅又有本事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过奖了。不过作为一名专业的牙医，有必要跟大家科普一些医疗常识。脸的大小跟下颌骨有关，跟牙无关，所以就算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，脸也不会变小。啊！哼！艾老师来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？其实刚刚那些话你都听到了吧？我来还书，在门口的时候听到了，就多听了一会儿。你是真的还书，还是来找我麻烦的呀？哎。人家艾老师怎么能是来找你麻烦的？人是英雄救美，来替你解决麻烦的好不好？所以我这个麻烦帮你解决的还满意吗？其实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总会稀里糊涂地被对方的外表、特长，甚至单纯是被一种感觉所吸引。可如果能在慢慢相处中发现他真的哪哪都值得我喜欢的时候，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。
哎，老师在吗？在吗？在吗？嗯，在吗？在吗？老师在吗？我在。刚洗澡去了，怎么了？我睡不着。因为看了恐怖片睡不着？因为没看完，我睡不着。朋友把我扔下就跑了，我自己又不敢看。可是好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！要不我陪你看？你怎么陪啊？喂。喂。你戴上耳机，戴一边，然后你继续看恐怖片。害怕了你就吱一声，我陪你说话。你不是11点就会准时睡觉的吗？现在都已经10点半了。一周两次弹性时间，划掉一次了。那我不客气了。耳机，耳机，耳机。谢谢。哎，老师，我们开始喽。我在呢，别怕。那个鬼没有演出，孙老师，你赶紧给我讲个故事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好啊，那我给你讲一个笑话。我不太会讲笑话，我百度一下，但是没有什么好笑的。你就随便讲吧，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哦，好，那这个。一天，一个女鬼来到了女生宿舍，她看见了一个女生，就想要吓她一下。可这个女生被吓后毫无反应。这一刻我感觉艾老师真的就在我身边。曾黎，现在还害怕吗？嗯，不害怕了。那我们睡觉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先把电视关上，关好了跟我说。提前散会了，我去机场接你。呀，男朋友惊喜现身啊！啊，哪儿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我没洗头。啊？哎，你过来，你慢一点，你哎，哪儿呢？我接，接回来。喂，艾老师。喂，总理，你在哪儿啊？微信你也不回，我也没看到你啊。我刚到，我已经不在机场了。不在机场？那你在哪儿啊？我来找你。我上车了，不对，我在地铁里。他都已经到机场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师，错过了这个怎么办啊？
原来地铁站在这儿。这就尴尬了，韩老师，好巧。你还真挺厉害的，拖着这么大的行李箱，在我面前穿来穿去的，还跑那么快。因为我没洗头，不是，怎么见你们？你就因为这个躲我？是啊，不但没洗头，还没洗脸。邋遢鬼。你是曾丽的同事吧？你好，我是爱景初。你好，我是花溪出版社的责编。我一起图书交流。啊，要不然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啊，实不相瞒，今日份的狗粮我吃的有点撑了，我得消化消化。走了，拜拜。那你路上小心点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哦。曾丽，你多高？我167啊。哦，我187。你是在显摆你的身高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站在我这个角度看你的头的话，真的很油。不准跟着我！别跟着我！你慢点儿，别跑啊！别摔了！哎，正儿，他到了。曾理说的亲戚，玉说的朋友，你俩什么表情啊？安老师，曾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俩认识啊？哦，我是他的牙科医生。哟，原来他的牙套是你给他弄的？嗯。你俩是研究生同学？是啊，不仅是同学，还同居了好几年呢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在美国同住的那个中国男孩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后来啊，他抛弃了我回国了，我也只能去公司附近租房子了。这么巧的吗？天哪，我真没想到。难道8年前？这也太巧了吧？嗯，确实是太巧了。来，你好，这是菜单。你看一下，喜欢吃什么？来，你看。这个生蚝必须要有的，这是小鱼儿的最爱。我跟你说，他刚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带他去吃海鲜自助，他一个人吃了50只生蚝，是50只吧？怎么了？黑历史不敢认啊？嗯，没有，你那个时候肯定是记错了。嗯，拍档那时候人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吃50只？我怎么可能记错呢？你都坐在了生蚝旁边，谁能抢得过你？快点餐，除了生蚝，你还要吃什么？鱼衣，小鱼。就生蚝吧。曾丽，小鱼儿。原来曾丽写的是他们的故事。哎，你们赶紧把电话号码本给我放回去。
这些年我拼命的想追上你，但你永远都会去到另一个我够不着的地方。当听说你毕业要留在美国工作后，我怕我有一些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我喜欢你，从16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。 You are the star of mine, I see you in the dark. Have you ever dreamed about me before? 都躲在星空之下靠近的两颗星，慢慢熟悉你耳语记住的勇气。Every single time I find it hard to breathe, I wish I could hear the words from you when you wanna talk. 你暂停住我的迷途，是对的相逢让等待不会很久。I know that you're the feeling I know.I'm missing. I know the way you are inside of you. 小鱼儿想起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一个人在等你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总会有这样一个人。小鱼儿突然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，用10年的时间等一个人，但他真的等到了。宋礼，于毅，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吗？哎，咱们玩个游戏吧。好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玩过那个 I Ever 吗？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听说的是 I never。 哎，他到中国就改良了。那我说一下游戏规则啊。行，比如说我说一件事儿，你做过了你就跟我一块举手，剩下没做过的人就要喝酒，咱们俩就不用喝酒。如果我做这件事儿只有我一个人举手，你们都没举手的话，那我就要喝酒。规则很简单吧，那咱们开始。啊，哎，你俩开始玩游戏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不打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退了。我先来啊。嗯，我看过一本书叫做《盲人如何养猪》。姐妹，你要养猪？不是，妹妹，你这不自己炒酒喝的吗？这谁会看这种书啊？嗯，那可不一定哦。你看过呀？我看过。到现在还在阅读2小时啊？当然了。艾老师从大学就这么自律啊？不理想你学习，啊，来喝酒喝酒喝酒。那到我了是吧？嗯，我想想啊，我喜欢在场的一个人。哎呀，能不能说点我们不知道的？你这特没劲，你知道吗？你我们玩的是那什么 I ever， 你可以说什么你曾经喜欢的人今天在场啊。我想想。那就我曾经、现在、未来都喜欢这个人。嗯，我吐了，我吐了呀！我要远出来了。怎么是我一个人举手？没人举手吗？我举手了。情敌已经行动了，你可不能说。哎，曾玲啊，曾经喜欢的也要喜欢啊。你，当然，嗯，你不举手。我举什么手啊？你今天中午吃火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你我是你一周债主，你必须喜欢我一周，是不是？行行行行，那你也得举手啊。那我是必须喜欢你，你就不能必须勉强喜欢一下我？那你太勉
勉强了你。哇，你终于承认你喜欢我了。不，我喜欢邓浩然。啥？不可能！你不喜欢他那款的？我这款怎么了？我有钱啊。哎，几点了？哎呀，才华。哎，大宝，就你没举手了，你得喝了吧？你喝吧。从这边，从下边，从下边。哎，这个角度好，对对对，就是乱拍别人好吗？这样，你拍他的双下巴。老师的房间门怎么是开着的呀？艾老师，刘雨辰睡了吗？刘雨辰睡了吗？这俩人睡觉怎么不关门啊？出去了吗？真的是喝多了呢，连门都不关。这个刘玉成，一心只想着吴影，连给你盖被子的时间都没有。天天就知道批评我，你还不是一样没刷牙就睡觉。帮你搬个灯吧。我只是想帮你关个灯。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尴尬就是他。他看上去好淡定。艾老师，刘雨成呢？他昨天晚上没回房间。难道刘雨成在里面？哎，我也听听。哎，别挤挤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早啊，各位。早。刘雨成是不是在里面？在啊，那是不是人都到齐了？是不是可以去吃早餐了？他还没醒呢，我们就不去了。
你们去吧。啊。走吧。果然，会抓老鼠的猫不叫。厉害！聊这么开心。看我干嘛呀？看来昨天晚上发生了不少故事，大家今天看起来都怪怪的。你别刚了，你又不会。哎呀，快点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昨天睡得好吗？哦，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还不错。艾老师，要不然我们成语接龙吧？好啊。啊，那我先来。八仙过海。海阔天空。空有其表。表里不一。一心一意。意欲何为？为所欲为。为所欲为。哎，你这是耍赖，你这是。那我也来。为所欲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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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你个头。头重脚轻。亲力亲为。为所欲为。我们每个人从陌生开始，因为一件件小事，因为我们是我们，我们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。我们是待在一起各自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的人。我们是守护着彼此的孩子气，能让彼此的悲伤减半，快乐翻倍的人。我们是会关心对方又小心翼翼不想让对方有负担的人。我们是会常常恶作剧捉弄对方，也会给对方一个温暖拥抱的人。语文说，这个世界喜不喜欢你，只取决于你的朋友喜不喜欢你。他们喜欢，就是这个世界喜欢你了。是你们让我懂得，好朋友就是在一起的意思。不如先发个新年问候。啊，好难啊。艾老师，新年快乐。送礼。你的心还在吗？
车怎么还不来呀？赠礼，赠礼，赠礼！走，我带你去医院，别担心，我在呢。我们去医院。你别担心啊，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，别说话也别乱动，也别看镜子。只是伤了一下下巴，又不是伤了腿。伤了下巴还那么多话，怎么样，伤口还疼吗？嗯，就是有点困。你麻药劲还没过呢，困很正常。要不你先去睡一会儿，我帮你弄完药我就走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啊！哎呦，腰酸背痛。完了完了！我什么时候偷了裤子的？我的全被阿老师看光了。阿老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害怕？阿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经理。
不能再这样。随身带着手机，我不想再找不到你。嗯。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。小生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八年前梅佳子发来的短信。这个结局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曾林，啊，今天也是奇了怪了。先是在家里面你疯狂给我夹菜，出来又让我跑步，怎么想让我进国家队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今天看了一本书，说非洲是很多病毒的发源地。嗯，虽然已经有疫苗了，但是还有少部分是要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去抵抗的。所以你啊，一定要均衡饮食，强身健体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的艾老师才不会被病毒打倒。听起来我女朋友下一本书应该叫做《非洲攻略》。你话里有话啊，老师。不过我给你的 Word 你有没有好好看啊？当然了，每天认真阅读一小时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曾丽。嗯？其实我一直想要问你，你之后再也没有劝我不去了。如果我劝你不去，你会不去吗？会。那我就更不能劝你了。像你这么有责任心、这么善良的人，我想你去非洲怡园一定是你最想做的事情。你说条件越不好的地方越需要医生，你的工作不仅仅是治病，还有救人。突然觉得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跟我很像的人。之前我总是觉得我一直都是孤单一个人。
那剩下的27天里，我要像考拉一样不停地黏着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过我们家的考拉是什么品种啊？居然还会骑单车。要不然，你跟我一起跑跑步吧。好呀，哎，要不然我们来个负重跑。负重。嘿，出发。出发。不过我发现了，我们家的伙食确实很好啊。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一会你把那个单车给我背上。我不。快点啊！我不。你说我沉。哎呀，小曾上班迟到了，快去送送啊！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呀！快去！去吧，快快。对。我着急搬回去住，能不做都不做了吧？没事，师傅，不用做那么仔细。曾理，最好明天都能够结束。嗯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喂，师傅，上次我跟您说的，除了客厅以外，其他的房间也要重新做一下防水，明天应该做不完吧？都要做的话，怎么赶工都来不及啊。您不用急着赶工，我们不催您。可刚刚那个女住户给我打电话，说要尽快结束啊。没事，我结账，您得听我的，保证安全最重要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师傅，我错了，你快过来找我吧。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你不要不回我信息。没事儿，老妹儿，一家人不用当真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是不是？你声音都变了，你变了，一见不见你就变了。能不能这样？个闭闭！哎，闭嘴！经理，我来接你了。我不走。嗯，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？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行，我要赖着你，我要赖着你，不能走。那你先走了。那我别走吧。走吧，买单去。回家了。我要买单，老板，多少钱啊？小心。赶紧给他小心头，不能走，给他弄出去，弄出去。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不吵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哎呀，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大夫，曾理的包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们赶紧走吧。不能走。要不我先送你们回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送他上车以后，我自己走就行。快走吧啊。哎，别走了，腿儿，我的老啊！哎呦，走了，别抢我，就给你扔点腿儿哟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要开车了，啊，头头头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开，我的老家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就住在这个屯儿，家在那儿呢，橙子，回家。曾黎，爷爷，曾黎，曾黎，你去哪儿了？妈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也不接。妈，你不来了？你别怕，妈给你做主。妈。看个小说，难过成这样。这小说写的太感人了。那讲的是什么故事？他讲的是女主刚和她的未婚夫订婚，一战就爆发了，可等来的却是未婚夫战亡的消息。但女主坚信，如果她未婚夫真的死了，她一定能感应得到的。所以她决定离乡，去前线寻找她的未婚夫。
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感受。如果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话，无论相隔多远，你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如果他未婚夫真的死了，他也一定能感应得到。嗯。所以，艾老师，你去非洲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我可不想哪一天收到你不好的消息。你的小脑袋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？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不过说真的，你去非洲到底能不能发信息啊？可以啊，之前去过那里的同事跟我说，那里面有网，但可能驻地有的时候会断网。我不管啊，反正你每一天都要给我发平安的消息。如果要是哪一天我收不到你的信息啊，我就立刻去非洲找你。那我干脆把你装到口袋里面，一起带去非洲得了。嗯，可以吗？想得美。带你去任何地方我都愿意，除了带你一起去吃。走前的最后一晚上，如果睡着了，就像一秒钟溜走了一样。那你睡，我不睡。这样的话，时间就不会溜走了。那要是……嗯，我想听你唱歌。你好像从来没有唱过。啊，我不会唱歌。嗯，我相信你，你唱得很好听，唱吧。嗯。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回去吧。帮我个忙啊！楼上来了好几百本新书，可是我约人吃饭来不及了，你可别帮我整理了。嗯，可是婚礼还没有结束。哎呀，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，帮帮忙嘛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真棒，难得今天穿这么漂亮，结果还是得工作。
场景怎么会和我开玩笑时写的小说那么像？如果真的跟小说一样，那艾老师……硬的把这些话跟你说，可是还是这么狼狈。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渺小。我觉得虽然我一直在努